如果你没有带着手表，你就要记着时间哦，时间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。宝剑锋自磨练出，梅花香从苦寒来。谢谢。未来高丽会跟西夏分组，最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一年在一起的缘分。第一个，课业一定要顾到；第二个，找到知心的好朋友，找到你的收尾。这里面，家长非常重视的是培养同学很棒的相关的能力，很棒的学习态度，好，提高很棒的国际视野。另外，我在你们高一的时候，我们要选定外语嘛，有日文还有德文，然后我那时候就选择了德文，然后我就因此对德国产生了。然后那是我当时毕业的照片，然后现在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谁。那我是永平宝宝，而且我是永平国小、永平国中、永平高中，就我家在隔壁而已。小幻想当超人，想拯救每个人，却发现真实人生逼我把自己否认。前进或逃跑都无关紧要，渐渐变成了沉默的机器，遗忘自己有颗热的心，眼泪失去凝结的勇气，我的眼睛渴望奇迹。风浪抹掉全身的伪装，背着伤不再对自己说谎，当远方燃起第一道曙光，请吞噬启程的方向。Running on water， 让我多飞一秒。 Moving forward， 穿越绝望风暴。 Climbing higher higher higher，深邃谷 ，Trying harder， 这是我的旅途 ，Shouting louder louder louder。